一岁加宝宝午餐，喷香十足，营养补钙，清甜爽口，大口吃饭。排骨冷水下锅焯水，起锅煎至两面上色，加配菜翻炒均匀，加入胚芽米、酱油和少量盐，翻炒均匀后舀入蒸碗，加水没过食材，上锅先蒸15分钟。山药、苹果、胡萝卜适量清水，上锅一起再蒸30分钟。秋葵去头去尾，对半切开，把籽清理干净，焯水后捞出备用。虾肉打泥，加柠檬汁和淀粉，胡萝卜搅拌均匀，秋葵籽也放进去，挤入虾泥，摆入蒸碗，上锅蒸10分钟。出锅，淋酱汁撒芝麻，加炒熟的青菜碎。今天的排骨焖饭太香了，年年超爱吃，美味到停不下来，排骨软烂入味。吃完饭去奶奶家溜达一圈，给爷爷看看是不是？再见了，姨姨们。